屠龙宝刀再现江湖，林至尊宝刀屠龙，林各派你争我夺，一场腥风血雨。都想死，快交出宝刀！你们这些名门正派，不过是想夺到屠龙刀罢了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屠龙刀到底是宝物还是血？7月27号晚间8点，4次琵琶润喉糖《倚天屠龙记》全新登场。